又唔係話呃意嘅，又係兩手接手收尾，抽我條底，又係屈身，前半步後半步前身，又係更手先，左手位面，又好啦，做完更手咧收拳咧，又係左手拳入，右手拳出，收拳。一樣是先打直拳擊，再單手收拳。收好啦，收完拳之後咧，丟手啦，雙掌先單手同雙掌丟雙掌，慢慢出。當兩個手合埋嗰時咧，一路向前推，推到咧下意識嘅動作，個爭離開咗個身啦，先係飆高，飆高，咁啊轉咗做難走，未接咗之前咧放定隻手都未接嘅，慢慢轉。當你轉嗰陣時咧，就左手喺邊。一二咧，轉翻去右邊咧，就唔好硬後腳，又坐前腳，攞到個重心先。如果硬後腳咧，個身就會高低啦，攞起板沉掉啦，唔能夠話好似波浪式咁就硬。坐前腳點叫坐前腳？向前一嗌，唔好硬高後腳。變左變右，一樣同一動作轉翻過，咁啊兩隻扶手咧喺向前一放，咁啊可以叫做拍三下手又得，叫做扶三下手亦都可以講得到，但係我有個嘅方法，我咧就係講服嘅一。打三下整身掌，一、二、三，打完一拳，攔翻過右邊，一攔，手咧一樣要掉嘅，咁啊，做三下側身波，左手交右手，點定個分身波，睇下，一攔一攔。
第二個一包，第三又係咁樣再包，一攬一包，哇！又勁跟一步，一百就右邊又係難走，又係唔能夠收嘅。好啦，呢次係右手交俾左手，我把佢上後腳一再接手。三一包一伏一发收，好啦，而家要做第三段臂后嗰段，做低步，转左手，起脚一只，放掌咧，掌一沉，沉下面咧就要起膀啦，起夹，咁啊叫做低膀。唔係縮向前去，第二一踏步，第二下又一接，第三下，第四踏步標，一踩一拋縮住，拉後腳轉右身，起腳，剛才一踩就係防身。三打得步一邊一陣一包收回正身抹腳起左腳打橫腳一拉後腳前腳一陣仍然望緊正身側身後眼望前面第二下又一樣第三下又一樣側身撳到右咧，回打正身。第二下側身撳，打正身。第三下側身。